住在这边四天，我第三天来吃饭店的早餐。这一餐早餐是2000块，换算台币应该是400多。然后东西很丰盛，其实400多块这样很划算呢。这边是自助餐的重点，生鱼片冻饭吃到饱。这一餐就一个人buffet了，然后2000块钱日元，不卖。这边这么强，就叫他5条市场。好，没问题。在这边基本上可以吃到北海道所有的在地美食。那要把这边全吃完的话，就只能沾一点点，沾一点点，沾一点点了。海捞把所有东西都给他夹一轮，很厉害，能这样一直吃这个海鲜，那我觉得很厉害。这2天很值得。现在我们要准备出去开始见我们的初雪了。可是外面那些雪已经融化了一些些了，对，反正有下雪，可是还是有飘了。但我觉得这样比较好，不要再打了，再打下去就跑完了。好软哦，好开心哦，是雪。他们是真的可以把雪球这样推出一颗球来。哦，好赞呢、啊。对，老婆真漂亮。好亮哦。就是雪花冰没有，那你应该要带果酱，就是打，然后可以回来。我觉得这是一个题材。雪花冰，真的好有趣哦。这样好玩哦，可恶。然后你直接变大一颗了。他是把空气的脏污给用下来了，这个画面真的有够美的。单纯从 Osmo 上面拍出来的效果，就觉得很好看。这样子的装束其实完全 OK， 这是 Uniqlo 的那个最强的那个防寒衣。一件4900，再加上发热衣，对呀，优衣库老付钱哦，6999，发热衣再加上这一件就够了。欢迎优衣库老叶配哦，干好强哦！我觉得脚要不要穿发热裤真的是因人而异，我真的觉得不需要。我也没有穿发热裤哎，超美哎，这个用画面拍真的很美。走完这一圈公园，我就来去动物园了。没有神宫。走了，我们现在在这边，我们要开始啊。我们是先走神宫吗？先直走到北海道神宫这边，走完之后再过来。没有便利商店，只有这个罐罐的，所以你错过买喝的时间就没了。卡哇伊，好可爱呀！北海道神宫了。You don't know how much I can carry. You don't know how much I can. Throw me into the deepest ocean. And I promise you I'll swim through the highs and the lows. You will find me. And just know that I'm here.And every wave will find its way back into the big blue. I will find my way to you, and like a harvest moon, turn from darkness into gold. That's when you'll know that you'll find home. So here we go. 来看一下，现在几种？在新。大吉，可是你大吉只剩下最后这一个月了。他刚说闭嘴。吉，直接要100零钱，你给人家55，也行呐。那就对了，我手指已经，这不是我手指。那就买一首吧，换钱。我买，那你放大白鲨的背景音乐。也是吉。噔噔噔。他一直都在积啊，没事，他习惯。这个叫我积极的主动冲。这是火箭晚香哦。他说什么意思啊？3:30干嘛？最后入园了，去逛那个神宫，隔壁就是动物园。对，所以这个行程可以一起尬，我觉得还不错。但是圆山动物园4点就关了。就早点赶快来这边看一下。是真的雪的。
拜。好冷啊！还没。这边在等入房。Check。这边还有商店呢，我要买一些雪衣，可以来这边买。可惜今天已经要关了。好了。我们原本的房间好像有一些问题，所以饭店这边帮我们安排了一个三人房，超大床，趴上去，好棒哦！我们突然就这样升级，而且我们是在35楼，哇，全黑，什么都看不到。我一定要有浴缸，这边要有浴缸，哇，跟昨天那一间。差不多，对对对，格局我觉得他们的厕所好像留的空间都没有，都不会差太远，就差不多这样的格局。在这边住，价钱虽然说比较贵了一点点，我记得忘记一个晚上是多少钱了，10000日还是多少？要问那个佳期吗？没有，是我自己，我有订，可是太久花太久了，所以我已经忘记了。你会拿到2天的早餐，因为我们订2个晚上嘛，所以我会有早餐券跟我们去的设施的券。那些设施券是可以不断的重复做使用，带着那一张卡去，然后没遗失就好。以及我们第二天就是明天的那个缆车券。然后等一下我们要去泡温泉吗？因为 Sobe 的说泡温泉有机会看到狐狸，我们就过去看那个木林之汤嘛。OK，准备一下 ，Go。脚脚都没干净了，可超舒服的。我有看到雪雕。啊这边一堆雕，但是没有雪雕哎。有一些雕。有一些雕哦。现在有看到。